正中央，哎，哎，然刚后刚在这里右边的快看，外滩那个车轮，对，往左边。会多那么少，总有能比拼的人。但是我们走到很久没交锋，我们的距离挺远。那我们很可能没有十月，哎，已经超过二十了哈，已经到了23了，已经到了年年初了。九月初四晚上11点，预计9月15中午，其实是下午1点半。笑海记，笑海记，和典故的，那祖先从某些某个小岛，来到台湾七股那边，遇到海难的人，还好有些人得到。还疑问的一个叫阿海的，阿海的人，他就拯救了阿海的农业节目一雷八十，全国族人的体验可能，真的啊，在9月5号，举行相声祭相。孝顺的顺，他也是其实不是笨，恩人阿海，孝顺。